好来了，白沙屯妈祖浩浩荡荡通过西罗大桥进入云林。白沙屯妈在西罗镇上绕境，信徒们异常兴奋，因为另一位天后大甲妈也在附近。两大天后同时出现在西罗，有没有机会碰面，来个双妈会，大家都很期待。挤爆人潮，但双妈绕来绕去始终没有碰头，最后白沙屯妈祖先住家在西罗的广福宫，大甲妈则是在福兴宫休息，两大天后最短距离850公尺还是擦身而过。信徒会这么期待，就是因为双妈会真的难得。翻开绕境历史，2004年、2005年在台中聚首，之后就是2008年的彰化田尾，最后一次则是在2020年的大甲镇澜宫，百年来只有四次。大甲妈甲白沙屯啊，会使讲较早进乡嘛，定拢有小拄着，啊，拢大概这拢是一个机缘，啊，这唔免去强迫。双妈会不会？庙方说看缘分。上午白沙屯妈继续往南走，已经来到虎尾，而大甲妈是回到彰化。我们台湾妈祖呀，台湾很好。明道大学的学生出动大型翼影机跟无人机，声势浩大。16国的国际学生也穿上传统服饰表演祈福舞，欢迎妈祖的到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